找身高平均的，对，身高那就他们吧，就他们那边就可以了。欣然、云峰、陈静宇被剥夺了参赛资格，身高平均的。咱们找个子差不多高的，来，二四六八九，够了够了，炒蛋熊，一，一，二，OK。然后节奏呢，一个人来喊，中间的人喊，好，大家听他的节奏。别喊一二，别喊，会跟别人混呢，喊什么？那我们就这样，什么东西？我们就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可以，来试一下，预备，起，鸡蛋，鸡蛋，鸡，等一下，迈得太远了，别迈太远。你们不要把步子一开始迈太大，你们速度要快，步子要小。速率快啊！对，鸡蛋，鸡蛋，把速度调快，步子放小。鸡蛋可以数快一点。你们再试下那个节奏啊，步子迈小一点，节奏迈快。所以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我们是最团结的、最整齐的一个组，应该没啥问题。不慢哈，不慢，我觉得不慢吧。对，一开始慢，但是是一个缓冲。看我们黑椒鸡蛋就是很团结，我们的步调就是一致。是的，加油！黑椒炒蛋27秒。